我们今天很幸运遇到了我们普龙店草创时期的元老，我们的荣誉主委，哒啦！阿主委啊，你对咱主公多久的时间啊？哦，从伊起起到今嘛，起起到今嘛，安尼，为什么你会就是开始来接受主公这个信用？伊这个尽量主张吼。伊就是为阮主找我，嗯，哦，是下暗时在群阿网中伊啊找我，哦，啊伊找我，叫我倒来做伊个，做伊个七千，伊个部长安尼，哦，我就讲讲，我一个人哦，四十个人，我无多通做这个业务，嗯，啊伊讲讲无要紧，有遐艰苦就遐开我，哦。啊！我迄阵是安尼想，就讲你若有在人起一间庙，山甲山头啊，拢我负担嘛。嗯。即卖一间庙，山内拢我在甲拍算。啊，过我手，我着安尼努力来拍拼来怎样啊？甲一间庙到我完成。啊，来只几只两条，伊讲要做工，我就讲啊，你人庙无人在用我，就伊讲你唔错。嗯，伊敢讲伊在讲话听，哦，一个金龙条，嗯，一个黄龙条，嗯，一个白龙条，嗯，一个红龙条，嗯，一个黑龙条，一个红龙条，我答，哦，哦，啊，本身就是黄呀，这个金龙条，哦，代表啦，也大点，啊，好，对，好，你要看伊在庙门敢有讲？无同啊，无啊，一般看的拢无同的。这个我讲给你听。嘿，我即卖伊就讲要这边大平，就是孔明。嘿，对。孔明甲赵子龙。哦。啊，这边凤雏。嘿。甲关公。凤雏甲关公。哦。有演出，伊会做安尼嘞，就是伊的性格有够好，伊得安做。嗯。因为庙门用这个孔明加凤雏哈，哎对，足少诶，足少看到诶，系啊系啊，这是专台唯一的，哎对，这嘛是咱主公指定的，哎对，所以直接较看，哎对，我讲你个看顶款，嘿，哦，你讲，那一个包啊是姜子牙钓鱼啦哈，愿者上钩的意思，哦。这真正做特别，这嘛是伊交代的吗？啊，这拢伊交代。啊，所以讲我伫遮拜拜，我哈狗啊，就是伫我的头壳顶嘞。对哇。哦，这是有主公的用意的对啦。对啊。哦，啊，伊在做的调调就是咱，一边就是东调我好做，嘿，这边就是上调我好做。哦。这个就是两边的我好做。哦。因为咱人。甲伊都啊，下面有配合到好多。你那下面无配合，你对对对，系啊，对，心灵配合啦。感谢咱荣誉主委，谢谢荣誉主委，帮我介绍。